现是顾问团的团长，还有我们奇迹总会的刘总会长，还有我们林副团长，我们的林聪明顾问前辈，还有我们妇女协会的陈理事长、荣誉理事长、方永校长，还有黄顾问，还有陈副团长，还有我们曾主任，还有我们这个准备部所有的同仁，在座的前辈，大家早，大家好。好。我是新，也不能新任了啊，这个已经过了一个多月。那么我是12月1号到部，新任接任台南市后备指挥部的指挥官。那么上个职务啊是在基隆市的指挥官，在基隆服的2年半，到